首先第一步就是把这两个旋钮盖拔出，然后的话就是撕开这面板，把整个面板撕掉。然后的话看得到这里有四个螺丝，那我们要换的那个就是这温度，这个在这边温度这两个螺丝把它取掉，然后整个温控器就可以取下来，就可以取下来了。温控器取下来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温控器的话，它是我们拆开底壳的时候会看，把这个拆除了，把底壳打开的时候会看得到，这温控器这里是贴了一个锡箔纸是贴住的，那我们就把锡箔纸的话撕掉就可以了，把锡箔纸撕除。撕除把这个温控器取出来就可以了，换上，然后是换上新的，换上新的话，换上新的，那就先贴了。换新的时候把这个温控器按撕出来的形式的话，先贴回去，就大概的话就是要这么大的一个锡箔纸。然后就把它贴上，然后贴上压，把这锡箔纸进行压紧压实，然后进行安装就可以了。